具。实验一，用大象牙膏制作云海。大象牙膏实验是一个常见的趣味化学实验，其实验原理是将双氧水与发泡剂混合起来，加上一些碘化钾，迅速发生反应，分解出大量氧气，产生大量泡沫喷涌而出，很像是大象用的牙膏，故被称为大象牙膏。在没有后期特效展现云海的情况下，嗨放派成员们需要用大象牙膏制作一片云海，他们能成功吗？对，但我们现在开始就搞这牙膏吧。可以可以，走啊，东西都在外面，我去外面研究吧。哇啊，我们是要在这里拍啊。啊，这是我的监视器啊。哦，真有监视器。哦，这个一看就是大制作了呀。哇哇哇，等一下，你们看那边，这是要……哦，那是做实验的地方。哇，那么多东西，那这个就说明我们只能来一次。你看啊，这边有很多，这边很少，我们先把很少的给它配好了，之后我们再往很多的给它倒。不是，我们先从小试到大嘛。对，请各位戴上护目镜与手套，往桌上的反应桶中依次倒入双氧水。双氧水来，洗洁精也要放。走，洗洁精，色素，来来来，放进去。然后呢？摇摇摇，最后一步就倒碘化钾了，对吧？碘化钾倒已经在倒了，然后搅是吧？盖上，然后放进去就好了，哥。这样对吧？浩哥，考验你速度的时候到了。哎呀，小心小心！不不不，我俩离远了，离远。没有了。赶快讲词儿，这个时候讲词儿是吗？嗯，他好可爱啊。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弄得更大，对吗？哦，这个是什么？现在这个泡沫弄来干嘛？它只是用颜色多了之后更好看，就是炫。我来超级炫吧，来吧，来，你导演你别走啊！你不是来炫吗？别把它炫走了。你们都离远一点，稍微离远一点，然后这个会比刚才快很多。啊，你准备跑，你准备跑。一二三，转！哇哇转！哇哇塞！哇！转！哇哇！好好看啊，这个配色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弄完以后就这样一直在观看吗？对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开始观看，来过来，观看，快看，来看一下，好好吧，那这个就说明我们只能来一次，那我们要熟练一下。对，我们先把排好各方面的。好吧，卷儿夹耳，发生什么事？词儿什么？说一遍。先生，你要慎重，我们的妹妹可是很粘人的。你看慢了对吧？是你快了吧？啊，真的。来，就你们俩这个戏，就是我们最后的关键，就是我们打点儿。到了。你俩一定要往这边来啊，因为我要拍这个景儿。你们俩先生，不是不是，不是啊啊啊！就是先生，你要慎重。我们的爸爸很粘人的。你要慎重，你要慎重。我们的爸爸很粘人。先生，你要慎重。啊，你要慎重。我们的妹妹。对，我们的妹妹。三，先生，你要慎重。你们全家都在这儿。是很粘人的。三二一，先生，我们的妹妹。你要慎重。我们的妹妹可是很粘人的。非常。没想你俩是双胞胎。哇，你们俩这个湿气，哇，这个湿气真的，我的脖子太痒。可以，就这样。调子基本定好了。没问题。走吧，走。快，来吧，戴手套。弄云海。大象牙膏制作一片云海。我们先把那个双水全倒里，然后把调好的放到这儿，然后咱们全上那边去，把这绳一拽，然后噗呲它就变了，变了咱们就开始拍。那来吧，来吧，开始吧。来吧，贝贝。来吧，走。小心点哦。
走，洗洁精，好像那种散装白酒。哇，这个我们要做的是蓝色云，对，蓝色云。来哥，对，我们就好像那天爬船一样，爬船那样的。哇，想到了第一期，走。走。来吧，所有人撤。哎，我们结束了。好，我 OK。我们就是要一下拉倒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不能等。三二一，咱俩啪就跑。你能掌控住那个实验的速度吗？我怕他只有一分钟，咱还要快点演。云海虽然努力，但持续时间不久，请各位抓紧时间进行拍摄。那这个却说明我们只能来一次。来，我们见证一下，见证一下，见证一下，来，见证一下，见证一下，我们嗨翻派，来，三。